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解威服房开杯半决赛的另外一场比赛，那是由杨凯文对阵李清城。李没清错，城是白起，杨凯文是黑起。是，这两位棋手好像相对来说，就刚才两位的话，最近的那个势头明显还是，就是感觉有点像黑马的感觉，有没有感觉，祥子老师？是，尤其是杨凯文，对吗？对对，李杨清凯城的文，名字我是非常熟非悉常熟悉，因为我平时可能新闻关注的也少。杨凯文的国内成绩，包括国际大赛，是不是稍微对，没有那是，么出彩？是，应没该错，说，但是这个围甲成绩是非常好的微吧？甲成绩我也不太很你不清太楚，清楚对啊，对，原来王老师也不是很清不楚是很清楚，对。然后就是李清城的话，就是成名也很早嘛，对。对，他就是当因为几个快棋赛，然后非常好，下得非常好，然后也直升了9段啊。是，但是在最近几年的话，好像成绩没有以前那么好，对，感觉上是不是状态也有所是下有滑所吗？下滑，对。和李清城一直以来是以快刀快著刀，称对那对，这次比赛呢，这个赛制是每方1个小时，也是类似这种快棋赛了哈，都是是赛制。是，那对于李清城的这种快刀来说的话，是不是非常的合适？也是稍占优势吧。当然，相对于他的30秒快棋，肯定可能还是还会更更好一厉些。害，对对，30秒的快棋，就反正杨凯文能杀到现在的这个半决赛啊，应该说是还是很体现我们就中国的这个厚度的，对吧？就是说他们其实水平的都非比较接近，其实也都这个比赛也是就是中国所有的顶尖高手都参加了没有没有这不还没有。蒋奇一个吗？浩然老师没参加，不然就在半决赛赛场这不还在蒋奇的一个吗？不是开玩笑，就是。确实应该是就是顶尖的都参加了，对，应该算是一种邀请赛的形邀式吧，请就赛，是前32名应该是参加前的一三，他好像是前三是一前加三上一个十女棋手，一加棋女有一棋个女手棋手特邀的，就是周鸿祎是这样的是，浩然老师明年500粒，上次说够了，差一点点。这个应该说他杀到半决赛呢也不是偶然的，对，也是经过了层层的这个是，考验。对，每一盘都非常的艰艰难，难非常哈，艰难。实战呢，这个选择了中国流的开局是非常非常少见对，了。真现是在很久没见到是了，真很久没见到了。就是因为是为什么，就是 AI 就是在对于这种自己没事儿拆个边的下法，还是比较不看好。对，他不觉，推崇，对，就是他觉得这样的话效率会相对来说更低一点。对，所以尤其说。在这种拆边，我记得他特别推荐白就靠一个，对对，靠完一连扳，对就把这个局面简化，对然后再以简单判断，反正这黑棋子效就不是很高对，对对，就那为是什么这盘棋他又这么下了呢？因为也感觉算高是手出其不意吧，是也吧，出高其不手都意。很在乎这个胜率的，应该是出其不意，应该也是自己所准备好的一个开局吧。实战李清城是点三三。点33，挡，飞飞，一个，李清城的下一步这个拖让我有一点儿捉摸不透，有点捉摸不透，因为这棋我感觉顶一个就挺好，就挺好，就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顶，主要是这个棋，就是如果他在现场，我真的特别想问一下他，就是顶一个为什么不好？因为如果说黑棋又退的话。那么其实你拖人家也能退，就是你这是少顶了这一下而已，这一下其实没什么关系了，其实差不多也不亏白棋，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他不退的话，他从就是你顶了扳，肯定最怕的是从这儿扳。但首先现在白棋争子又有利，黑棋这个段又争不掉，他就算这个棋他这样，他黑棋不太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转换，关键是。对吧？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错误，黑棋。是这个。对，这白的就飞一个，黑的这也争不掉，现在飞就这个，飞一个，对吧？那白的我就算拆个二，这个棋，那你之前的中个中国流，那他找谁去啊？是吧？我就感觉你这个棋这个星位还是白棋的，感觉你中国流被白棋这样打散，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是，这样下。这后市朝向这头，对。
没有太大的发展。对，就是说，那我顶了班，最怕的这个班他也不怕。那脱先呢？脱先的话，就是比如说守个脚。那我将来就是说，你比如你守个脚，那么我就打了就立下来，就是那跟脱也没什么差别呀、啊。就脱的话，其实黑棋也可以也可以脱先啊，就是。这个棋我是有点这个啊，嗯，有机会可以问问。摸不着头脑啊，就是说这个棋，我觉得我反正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顶了扳，首先争子也还可以，嗯，那么他扳过来，他也不太怕的时候，你顶了扳是不太可能亏的，这个下法，嗯，就只要你不怕黑棋走这儿，扳了断这个，或者扳了连扳，那么你顶了扳是没毛病的，我觉得，嗯，啊。就不太可能亏，嗯，也就是黑白棋争子有利的时候，嗯，就顶了扳。但争子有利，他也有可能，也可能他扳了断你，他就转到这边来啊。就是你就他还得看这个，对，看这边，得看两头啊。其实就看这一个就行，你不怕他扳这个，你就顶了扳就行了。嗯，基本上没。那怎么判断怕不怕？就看这边是朝向和这里的争子，就是说看一眼。对，就是说你。首先就是争子有点关系，然后还有就是方向的问题。嗯，嘿，你怕不怕黑的把这个棋转到这边来？就把这两个方向考虑好了、嗯、啊，就可以选择。对，那顶了扳也简单啊。就是我是简单，没懂这个棋。这个拖在这儿。这个棋拖一个，我就是说，我现在目前我能想到的、能猜测的，嗯，就是说他准备好了。就是他知道杨凯文要这样下，然后他已经准备好这样走。除了这一种解释，我是理解不了了。哦，就是我已经猜不到了啊、嗯。那这样走完的话，要走上小米飞刀，那这颗子，这多颗子，这多颗子白棋肯定不能走小米飞刀，不能走小米飞刀，不能走小米飞刀、啊，就不能冲了断这个了。这个棋你还要走这样走的话，我觉得黑棋的下法实在太多了，这就过分了，这感觉就可能要崩了，这个白棋就崩了，这搬一个，搬我就搬这个，嗯，这个棋对，如果还按定式，你还按定式，定式下粘上，我虎。然后你粘上，嗯，然后我现在我就并一个，我就不跟你下定式了。啊，这比如断出去，你不说你断我就虎一个，长你长，好，然后我就一接，接你就进去了，你就搁进去了这棋。所以这定式、啊，他也不是不能死记硬背，不能死记硬背，这个棋不能死记硬背，这有子儿肯定不能在这个米式飞刀了。那白棋不走米式飞刀，断上面，对，只能断上面，断上面，嗯，然后黑棋是长。白棋是扳粘，我哎，不能。这个棋，我记得有一度这个定式黑棋下一步有没有记错呢？是没记错，是走这里的、啊，是走这儿的，对对。啊、嗯，我当时看到这步棋的时候，真的有点惊讶，嗯、因为之前的话，这棋理解肯定是或者是以前学的都是虎在这儿的嘛。那、虎也不是不行哦，虎也不是不行，啊，就是他。这分一个是一种避战的一种态度，就是说他觉得走在这儿的话可能会就是争子不利，或者可能要被白棋去惩罚，所以说他就走这儿，然后选择一个避战，你走这儿，然后他再吃一个，啊，他也是因为争子不利，他要争子有利直接就争掉了，争就好了，对，他选择走成这样，但如果现在走成这样的话，我们看还是因为黑棋的这个子的位置非常不好，白棋一长，这个子的效率肯定。不太高，黑棋、还是因为中国流的这个原因吧。嗯嗯，所以黑棋是小尖，它没有飞，是小尖在这儿。小尖在这儿。小尖在这儿一图特别明显，就是你要吃，我就粘了爬出来。好吃要爬出来。就是他这棋肯定得爬出来。嗯，他。虽然底下很委屈，嗯，但是这白棋，但就是说，他如果黑棋扛住了你这白棋的三板斧，嗯，将来打拔如果变成先手的话，那黑棋肯定是非常舒服了，啊，如果说白棋你现在不让我打拔，你接上，那么我白黑棋把这个吃了，你这个其实出来，我这底下虽然说看着是爬二路，但是我也毕竟是有目的，你这五个还没目呢，你还得逃跑，啊，这样的话肯定是黑棋还是比较满意。
嗯，他这尖一个就是利用这个地方有一个接应啊，有一个子接应，嗯。那白棋肯定得长出来。长。白棋是点。啊、哦，要点。点在这儿。这步棋挺有意思的。哦，长的话是怕跳，他是觉得。哦、点在这儿。点哈，黑棋吃，黑的吃，白的再长，白长。嗯，这局部白棋杀气成吗？然后黑棋再爬，这个下法不知道事先他们有没有下出来过，还是临场发挥的。这个地方有见过吗？我是真的是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啊、这个棋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心照不宣呢，还是说是临时起意、临场发挥、但我觉得杨凯文今天选择了这个第一中国流这一代的变化，他肯定是摆过，肯定有研究过，因为白棋下一步点的三也是很难。但你要说要是你说亲仔他要是没摆过，他能拖一个吗？我是还是觉得他如果说这个比赛这个变化，如果说他不了解的话，他不会拖呀，因为明显杨凯文下这个第一中国流肯定是有套路啊，等着他、哦。对，他还下这个拖，那这里变化越来越复杂。不是，我是觉得他主动挑起，关键是因为他这棋本来可以顶的嘛，他不顶，他非得拖，因为顶如果可以再退，那我就不扳，我就少扳一下，那我好多了。是啊、那这么说的话，估计二位可能对这个地方都没什么可能准备，我感觉对啊、然后白棋吃，七搬，这是局部是个什么呀？这是什么呢？挡，然后断。局部好像局部是黑棋死了。局部，如果你非得杀气的话，黑棋、就是如果说你非得这样苟一个杀气，我搬，然后你跳，只要我这可以搬，还可以夹你，对吧？我搬一下应该就行了。搬了我可以顶出来，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它有这个搬啊，这杀气它比你就快一气。啊，局部黑棋杀气应该是杀不过。那么黑棋杀不过的话，黑棋就得从外边找头绪。那这黑棋行吗？是不是？不知道啊。感觉上是不是？就看外面是什么情况。断一个。然后白棋长。黑棋是压搬一下粘上，哦，这跟气还有关系，气有关系，对，气有关系，下的非常紧凑，粘的时候黑棋是照了一个，哇塞，这是个啥大跳、感觉罩不住啊，这里是不是出去了？就是现在是这样，白棋我估计他如果收气杀黑棋呢，黑棋死了，但是黑棋如果说外面收一圈呢，黑棋可能也可以接受。白棋的话不能轻易的去收气，还是要想办法杀出去。是。打一下不亏。打一个，然后是走的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黑棋，黑棋只能跳啊，这棋只能跳。贴的话，贴被我一挡，扳断不了。断扳我就哇，这不行。走哪里面都不行。对，这不行。那黑棋是对黑棋只能跳，跳这兵黑棋跳的话，白棋是靠，再靠这个，这个次于下的。这盘棋就是一上来啊，双方就是肉搏战，肉搏战这个棋贴身肉搏战啊，这和刚才这个棋就有点猜不透啊。感觉上的话，黑棋是有点勉强了啊。黑棋白棋一旦从这儿如果能杀出来的话，刚才我们说上面的杀气，黑棋是杀不过，是慢一气的啊。感觉黑棋是有点勉强的。好，那白棋黑棋是搬，就是至少是不是下到这儿？我感觉就是青仔的他的一个研究一个准备，你觉得呢，杨子老师？
不就是我他故意挑起战斗，然后走成这样这样啊，嗯。应该是他的准备啊、嗯，应该是他的准备。那可是这第一只木六不是杨凯文下的吗？他猜透了杨凯文的心思，心思就是互相比较了解，可也许对平时应该都是在一块训练的。他们对应该他年纪应该这应该都在杭州训练吧？应该是嗯，应该都在杭州训练，嗯、年纪也相仿。杨凯文还是要大一些，大一点，还要大一些嗯。然后搬这个。搬这个的意图就是说他想在这借用两下把你搬住、嗯、啊，他要直接搬住的话这里是搬不住，搬的话白的一冲有断冲断冲断、啊、对断一个断一个对、嗯、那如果说黑棋这里我有个子儿，那么你就断不就不成立了啊，他就是仗着这里有先手呢他先搬，那么白棋呢就不动声色先跟着你硬嗯黑棋长，嗯，怕，然后再长，然后再长，然后再爬，然后接住，粘上，中间粘上，然后拱一下，啊，白棋能从这长出来啊，看上去是白棋不错。哎断一下，中刀了，感觉凯文兄中刀了，一上来就中刀了，中了金仔一记飞刀啊、嗯！的确应该是黑棋亏了。那就是黑棋想尖的时候，白棋使出这一步棋，点一个是好棋，局部黑棋已经不太好硬了。对，点一个好像黑棋已经没有办法了，那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步棋是还得飞是吧？定时。如果飞，他再吃的话，的确你这个子的位置要亏一些。哦。啊、嗯。所以，对这个清仔的这个拖。那我就现在我就理解了啊！我这个是因为没有看嘛，就是说，如果我要看下成这样，我说啊、哦，那可能他是怎么样？嗯、就是他可能有过对于中国流的研究，也许。嗯。啊。对，而且下的前半盘也挺快的。嗯嗯。那就是说他是有备而来啊，是黑棋拐一个是先手吗？拐一个打吃粘上然后搬啊，是先手嗯嗯，这棋黑白棋如果不下的话，黑棋可以侯在这儿，然后呢再扑嗯，然后你提我再搬，那就双活了啊，就双活了嗯嗯，白棋把吃了搬这个，老黑棋反挂，嗯，靠，这白棋在杀棋之前把这个断啊打啊都走好了，就是以后保留啊，就等着你，那将来来的时候它有用，对、啊，要不然以后走不着、啊啊，对对，有可能是走不到的、嗯、啊，这就是说这个一个啊对手顺的问题，嗯，然后长。白棋是拐完黑棋长，这里啊，贴身肉搏战，这个从一开始就杀，蔓延到这边继续杀两个人啊，他俩这大半盘已经没了。嗯，这两个棋手主要是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他俩应该也没什么仇恨吧？这个火药味十足、啊、对火药味十足，一上来就扭打在一起。嗯嗯这是扳住啊，这一棋丝毫不退。白棋是断，嗯，都下得非常的紧凑，嗯，冲，嗯，这黑棋把这个子脚上吃掉。啊，对，因为不吃的话，只要白棋立完之后，白棋不吃，可能连这个子他挡下来，可能你还没活。嗯，哎，如果说他先手把这个子连上，他这边还有贴，那么这个冲肯定还是比较重要的。是，嗯，冲。跳，加一个合意，问一下，
问一下。这个问的话其实没什么必要，我觉得就黑棋不可能沾上这个，这沾上亏太多了，就是黑棋他实在肯定是选择立起来、嗯、这样的话加一个送进去、嗯、他就博得了一个这个挡的先手，那这个挡毕竟还是损了两步棋的呀，白棋。白棋将来本来你是扳着收的、嗯、现在你这先加一下肯吗？里边没棋。不知道肯不肯。知道。加一下黑棋、嗯、白黑棋立。嗯，白棋把这个再接出来，我看接出来，接这个，征子是白棋有利，征子白棋不利吧？白棋不利，白棋不利，白棋不利，那为什么没有征吃掉？征吃掉，他是不是打这个？哦，这还有个打，是不是打这个？就是白的，白的直接跑是跑不了的。除非就是说他不能再跑了，他应该先打这个。如果黑棋长，他再跑。但这样吃这个大吗？比如说我就对这一下，你真是挺俗的。因为说实话，其实白的吃这一二三四五六个子，十二目，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目，嗯，就十七目，其实只是目数的问题，因为。白棋这里已经吃掉了，这并不是一个棋筋，它不是棋筋，因为这你已经死了，对吧？那你就吃十七目，你这样这边全死了，这样转换能便宜吗？白棋？还是说白棋他先不打这一下，他先跑一个，等黑的争的时候他再打？先再送一个？对，难道是要苦肉计下成这个样子？但这些送成这样真的行吗？对不起，先施展苦肉计啊，四个字。我感觉不怕这个给棋、嗯，我感觉黑棋不怕。嗯，那黑棋可以考虑、啊。我觉得黑棋可以考虑征掉。可以考虑。嗯，他不能是看作征子吧？这个实战是吃啊、哦，白棋小尖。这能争不争还是有些不理解。我尝一个。白棋是。搬棋搬住。啊。这盘棋我们看到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两个年轻人的那个棋啊、嗯、和刚才两位这个感觉久经沙场的这个。嗯，老将。老是是说也不算。风格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棋就有点看不懂。火药味十足啊、嗯！看到了年轻人的那种下棋的冲击力，没错，嗯，这个然后这块棋黑棋需要处理，对，这块棋只要处理的话，这个地方的黑棋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嗯，白棋因为当初加了一个，它还是有一些暗藏的手段，嗯，它这个当然挡下来呀，你搬的时候它好像。有一段啊、哦，那这样这个家就用上了。对，这个家就用上了，他要打先手。那这李清长算漏身啊？在虎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将来有可能用会有一些棋，嗯。那他之前在这走之前加一个，不知道有没有想这么远？他有没有？我觉得黑棋他也得吃这个呀，这棋能争这不争是怎么想的？这个棋，啊，嗯。现在黑棋是吃，啊、哦，白棋长，黑棋再长出去，战斗力十足、哦，这边又拉出来了，然后接下来这是啥情况？然后白黑棋，白小尖，这棋看着很过瘾，年轻人力量大哈、啊。力量比较大，打吃完，搬，黑棋搬，好，白又粘上，黑棋粘，我这先搬出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黑棋还是不行，我感觉确实黑棋不行，黑棋不行，这搬出黑棋把这儿吃了。
不行吗？不是，这个你吃肉，我这肠坏了，关键是就飞回去啊，就飞回去啊，飞回去，你这个木数也是损失的不少啊，飞回去有骑吗？骑应该没骑，没有，比如黑棋，我刚才比如说把这个飞出来，那黑棋不是亏多了吗？亏多了。黑棋那为什么不争？你当他打一下，你这样贴过来呢？首先你这样贴过来，他这块棋都快死了。现在这人家出来了，把你这吃了，这还冲进去了。这仨本来他就在黑棋嘴里边，然后你就是说你就是把这个放出来了，这放出来有什么用呢？黑棋把这个杀出来，难道就是看错了？这是忘了是棋筋？这个转换应该不成比例，黑棋不好，黑棋不好，因为我看实战，黑棋这个又尖出来了嘛，这个尖出来的话，就整个就是大混战，大混战，黑棋不把这个飞了，就是飞了，简明处理不行哈，好像还是不太好，就是如果算你飞一个，就是如果说算我白棋补一个，这个棋，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块大概25目强一点。白棋这里 10,16,20, 比你大不少，你反正封不住我。我现在比如说我就铺完封一个跳一个。你能封住吗？我不是冲断了吗？然后就挤一个。那我不是假生活吗？哦，假生活，对，那不里生外熟吗？那全死了，那黑棋，那这啊，对，上面是死棋，对，你应该封不住，假生活，那封不住，那封不住，你封不住，我一旦出头了，这个棋黑的应该不成，对，那封不住不行啊，这封不住，就白将来这一排压回先手这几个字，是啊，感觉含在嘴里了，是，就是因为封不住，我说这黑棋这个出来是，对，挺无聊的这个，是，那黑棋颠出来。继续战，继续战斗，继续战斗，然后白棋飞，白的冲了一把，其实白的不冲是不是也行？不冲，不冲是不是也行？不冲将来这我挡这个是什么？不冲的话，将来挡一个是什么？这棋主要不冲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将来？这黑棋就挤掉了。你挤掉完了，我再冲啊！我撞气了。啊，冲跳，就跳住是吧？可能是飞，然后白棋是飞，黑棋冲，然后冲一下。断，这是啥呀？这是啥呀？不过确实是，就是快棋赛制相对来说容易下成这样，就是一开始就开始杀棋的局面会多一点，会吗，王老师？不会，都不太会。主要是，其实刚才你看刚才那盘棋，感觉还。相对来就是感觉这是感觉就是两个小朋友的围棋，确实这是啥呀，冲团然后先手是打吃啊，白棋利用这个的先手就把中间两个棋筋吃掉啊，对，然后但是这样啊，杨老师，如果你现在吃我，刚才我们说如果黑棋这是先手，他把你加进去了，铺了一加。你看一二三四口气，他一二三四口气，他先手封住你。如果这个地方被先手封住，那你再飞下去，不是你达到你刚才的目的了吗？那黑就是说白棋现在这个棋，他是不是他搞错了东西？搞错了什么东西？这个地方，白棋。现在这个棋，白棋。它的重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呀，把这个出来啊，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地方，这个我跳，你也吃不掉我，我就随便我就往外靠嘛，也吃不掉我。这个棋，你就算吃掉我，其实也没多大，真没多大，我就自己我就比如虎一会儿贴一个，哇，你这一片给你吃了，我这一片还能比你这片小吗？你现在你还得跑。而且将来我还能靠出来，这我靠肯定可以靠出来，这棋。
对，他是不是搞错了一个大的方向？关键是白棋在这儿太注重了那个局部的一个这个棋了、嗯。现在因为这个地方才是最关键的。那这下也不要走，也不要走啊，不用走。黑棋那黑走这，其实白棋不硬都行。不硬，刚刚对，不硬都行。对，白棋先下这边。对，然后拐的话再拐出去。就拐，对。这黑棋。棋这架子不要了，黑棋估计还得跳这个。跳这个，我甚至我就自己虎一个也都可以，我觉得。或者我都不要了，都不要了，或者我就要你也吃不掉我，我靠出来，你怎么吃掉我？你吃不掉我。嗯，我这不全先手吗？气其实我也挺长的，加上冲完这气也很长的，其实。他搞错了一个东西，他是不是忘了这个地方黑棋，如果有先手能把它夹住了。是因为一旦夹住要收气的话，就这一手棋难以估量这个价值。嗯，但将来如果收紧了这一粘，这黑棋这边收获太大了。是，嗯，哦，那么实战的话，白棋这边走完之后，就一直一心是想吃这俩，他一心他这一心他只想啊、嗯，这边也走掉了，反正走得很干净，小伤。嗯非常的干净，然后团、嗯、团的时候可以再吃。白棋是靠靠、嗯、靠靠一个，就肯定是黑棋能把白棋封住了。这棋吃打，然后打吃。嗯，这个只能这样吃。踢。现在黑棋扑了一夹，动不了。扑了一家动不了、嗯、然后白棋是得这冲不出来了，已经冲不出来，因为这打先手啊，这黑棋还可以不先走，对、啊、可以先堵住，你冲过你先死了，你这棋筋死了、啊、对，这个棋生气了，他怎么收气、啊、只能收气啊，然后黑棋也收气，哇，这个收气太惨了，本身就亏了一二三目数，就亏四目，嗯，然后这边先手包一圈，这边本来全是死的黑棋，这变成全是铁，关键走包完以后，黑棋再把这粘上，白棋这整体还没活，这还有个飞，就吃了这四目棋，这青仔这在干啥呀？这个走掉，都走掉，走掉，嗯，走掉，嗯，应该是把这个接上吧。嗯，接上，粘上，哦，粘上，冲一下再打，虎，虎，然后再飞，这跟当初杨子老师说他想飞到这个差很多，这被弄进去，这先亏目数，先亏四目，在这一排。关键是将来这点了，这走这可能这没活，还没活，这一只眼啊、嗯，对，这损失太惨烈了，我感觉天翻地覆啊，嗯嗯。所以像浩洋老师刚才说的，白棋是不是下望了？对，我感觉这边被夹住是不能接受的。对，我感觉他下望了，这夹住是绝对是不能接受的，嗯、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个棋，就是我说你这个跳的话，因为是里面是个假的双活，你封不住。对，啊、嗯。如果被夹住完之后的话，这白脚上吃的就非常小了，效率就很低了，收气啊、对，效率就很低了。嗯，然后白棋是逼住，逼住黑棋点贴吃。这现在应该是黑棋好了，这个棋现在我们看判断一下的话，就是说白棋转一圈就走了这四目棋、嗯、这上里边还收了气，还少了四目，这现在等于十、十六、二十一、二三、二四、二五、二十六，啊，前把就三十，嗯，加上一个角，现在三十目棋，黑棋上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十十十五。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接近也三十目棋，那么就是白黑棋现在这一片贴目，不是和你这个角比、哦、对，这还有个角比啊，这现在应该是逆转了一个局面了，
铁城，铁飞下来，然后黑棋就少一个啊。断下，这黑棋的下法的确还是比较稳健啊。对，这个地方这三个子不大，吃起来没意思是吗？感觉这不想这种搞搞事情，这个感觉你利用这个后势发挥点作用。对，你要走的话就搬。对，这样因为我不仅脱了你这个，还把你这三个吃掉，这就。可能是也是杨凯文觉得局面比较有利吧，是不是选择稳一点？这个还是挺稳的，我感觉。手脚，然后白棋拖回去，断了一下，就拐一，断了拖，然后断了拖，然后拐一个。这。这等于被白棋先手了，被白棋先手连了一下，白的将来吃这个先手，这个只有拱吃住了，啊，这目数感觉还是挺大的，这地方感觉，震的时候，黑白棋这里靠了一个，靠的时候呢，黑棋这边靠下来，各下各的。各下各的是，黑棋还是觉得这里有棋。那就是说，黑棋啊，他还是对自己的那这步棋，那就是说，那他早知今日，他何必当初呢？这个棋，就早点对啊，靠。你早点靠呗。你这个棋等人家没交换的时候你就靠呗。你这一交换一下，难道便宜了不成？这将来被白的一扳，难道你便宜了，不是肯定亏了吗？这个地方，对吧？他还是觉得印下来的话不满意嘛，所以说还是想去反击。那你这当初，对，靠一个，然后白棋是搬，白的现在吃不到了是吗？这吃不是先手啊？吃只是新手吧，我吃，走这一天，打一圈儿，他如果能忍就吗？让你打就一忍圈，了，那顶一个，他退一个退一个。有没有可能啊？其实白棋当初我觉得跳的时候，其实可以先考虑先吃一下，感觉吃一下不亏呀、啊。好像也能忍，是不是就忍住眼？就也是可以忍。他俩这个棋，反正是吧？这打完之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打是难粘看上一点。呗。对，对，实用就行，长就靠住了，对，出因不为来。你先这个地方，你现在身心你先舒服了，但你现在你得面临你这个要做活，你这个角可能就没了。对对对，你就可能走这不角到没了，了，你这个地是。方你是现在是打两下是挺舒服的，走不到了，走不走不到，到。打的时候，不是打的时候，是靠的时候，白棋搬，黑棋顶一下。黑棋顶，其实顶的时候白棋没有可能就弃掉嘛，我觉得。弃掉。就弃掉呢？弃掉我再搬这个，这不是黑棋感觉明显还是亏了吗？我觉得，就和黑棋当初自己走一个相比，就是先别手脚，先去靠一个相比，肯定还是亏了。他是觉得这个挡过来大。那打一下，这个地方应该双方应该是都进入读秒了啊，感觉上，吃，跑出来，跑出来，哇，这是确实杀了一整盘盘棋，对，在战斗的局面当中，应该堪称经典哈。对，从这儿杀到这儿，然后还带拐弯的。就咱们可能在这个大棋盘上，可能观感不是很足，感觉上这个观众朋友从电视上这个画面的话，看这一盘，这感觉全密密麻麻全都摆满了，这个还是对，非常的就罕见的，是多方混战的局面，非常罕见的一盘棋。都是一大长条一大长条的。粘，然后白棋是拐，拐这两个应该是不能要了不吧？要了。应该是加一个哦，拐的时候没要，去，哎，拐的时候粘，哦，粘了一个，这两个是要的，这俩要，哦，这两个不要了，打吃，然后就加一个。因为它是如果单加的话，它关键是
他不是这两个问题，你这两个四个都掉了啊，要单加的话、啊啊、这也回不去，对对，所以他这个得吃。那换句话说，白棋刚才能不能吃这个呢？嗯，换句话说，嗯，有没有可能吃这个呢？吃这个，吃到黑棋会压吗？压，压我这个吗？你这个地方，你这个气，我贴一个，你是不是就进去了？哎，是不是打？我贴，粘。啊，你从这边扳，我拐不到了是吧？嗯。那我先拐一下呢？扳住。我这个地方先拐一下，你就贴这个。嗯、啊，贴。乱乱乱，很乱，太乱了。我还你还，我贴、哦，我贴，我贴的时候，嗯、哦，不行，这是什么呀？这啥呀？这看不清，嗯、看不清。搬一个呢？搬没有用是吧？搬被搬住了。搬他就吃呢，再搬。被我绕进去了。是啥呀？这我就吃呢。那詹先生，你管不着我了。不是你詹，我提了，我打回来了。这哦，对，不是看不清不这个棋。那不行，那是白棋。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要点，白棋拐在这儿，黑的粘。嗯，这样的话，因为走完以后，白棋这个地方还是个假眼。啊、哦，感觉白棋应该有更好的一个下法。感觉白棋应该有更好的下法。现在白棋这一二三四底下是没活的。底下走一个只有三格，你这没活呀，白棋。他有棋。对啊，嗯，那这个是个假眼，这个棋白棋，我感觉还是应该刚才应该吃这个呀。无论是怎么样，感觉是应该是有棋可以走的。这棋，这现在如果贴住先手贴，那黑棋大成功啊，对吧？那我就算贴完我再回来，不是把你这都打穿了吗？是。嗯。白棋飞，还是棋，下的是有意思。下尖，然后再飞，靠！打。这尖落个后手又是什么？打一下，提，然后打上去。打上去，嗯啊，这个棋过瘾啊，过瘾。哎、嗯，打完之后这白棋不走了，不走了，这不走了。这脚上是打劫吗？这上有棋。不是白棋要直接就这干上去呢？如果不行，干不过。还没有劫财。我这个是不是劫？这中间这。这个应该是的。这个黑的有一枚，这一枚，这个是不见得是，搞不清啊。这有一个，它是还是脱先了，嗯啊，活脚，黑棋拐，然后活脚，爬，嗯、黑棋搬这个，啊、这盘棋太有意思了，下皮，皮双，双。这样的话，脚上和边上都活了，嗯、但是将来这个劫有可能要被打回去，嗯、白棋可能会活得比较惨。飞住，长，啊，长这个，长一个，他还是怕这个接上接回来。嗯，爸爸，现在这些怎么样啊？杀来杀去都给杀晕了，
不会大杀小输赢吧？小输赢会吗？不知道，有可能，有可能，反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啊、嗯，如果说白棋现在他实在是搬，如果说白的如果正常立一个，这棋会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关键是看这个劫，这个劫是谁厉害？这个劫，这个劫如果能让黑棋打过去的话，感觉白棋应该是不行。如果是算这样的话，我比如我就随便走一个，你做活，我提，你这样，如果算这样的话，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四，十五，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五十目强一点，白棋。嗯。也差不多，黑的围住以后六十出头，白棋五十。这个地方白棋还能说不定长长，好像也细棋，细棋，细棋，细棋啊！哎呀，也下这么激烈，最后结果是细棋，嗯，打吃完之后，搬白棋是搬，黑的吃，然后白棋长，黑的长，嗯，黑的冲一下，黑的跳。黑的飞下来，对，刚才因为说刚才就是白棋这里如果走过来的话，黑棋这整个一条还没有活。嗯嗯，这里是啥情况？立一个，哇，这能立下来的话，那这黑棋空不就没了吗？黑棋空没了，黑棋打拔完了，可能这个角你可能没了，就是他可能可以杀你这个角，哦、你角还剩一手棋。冲。嗯。然后白棋活底下。嗯。白棋这个地方，这有一只眼，这瞪了一只眼，瞪圆了啊、嗯。那么，对，挡哦，刚才没有这个，对他这个打劫，嗯，挡，往白的打一下，打完粘上，对，开劫，顶一个找劫。顶一个世界不走就冲了杀你这个大龙、嗯、白棋得硬住。你说我们这期看的都这么因为他们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那个晕呐、嗯、提力拖了一下拖了一个吧。哦之前拖的没有啊，一三一提，然后他拖完了再提回来，再提回来，我这没有力。嗯，一八，然后一九打吃，提掉，提回来，然后提回去，提回去之后，白棋立。白棋立，哎，嗯，然后黑棋没再打了，黑棋搬这个了，吃这个角，吃角白的挡住这个，嗯，白棋如果做活呢，不够了是吧？七十二，十做活。这样好像确实黑棋要好一点，主要是黑棋这个虎走完之后全给你封住了，哦、全封这一、嗯、一圈圈都十几目出来，是让他挡住，白棋挡住，黑棋是尖了一尖了一下，退，嗯，然后继续开劫，冲。提的时候，白的加这儿吗？哦，加。然后黑棋提小姐，晕菜，这转换了、嗯、啊，这个角换那个角，粘上了，粘上。白棋立，黑棋活起，
黑的火起，对，黑色火起，托勒詹，托勒利，托利，白的利，白黑棋的利。把这个收了，点了挡住，这样告一段落了，终于算是定下型来了，我们可以冷静的判断判断。54目棋白的大于，盘面黑棋大概有13目4目的优势了，应该。感觉上黑棋赢了，黑棋赢了，黑棋就官子也下的差不多了，这劫一打完没什么官子了，对，应该是黑棋赢然后黑棋打一下，了，打先了一下，打一下，好挡住，白应棋该是搬黑棋要赢一些，棋，然后加。是。晕死了，还行，下来了。冲这个，团，拐住，没有了，没有就了，下到这儿。下在这儿对，不这够个是最后一手了。棋盘啊，面大概有10几目的优势，现李清城是认负在。啊，那杨凯文中盘获胜。也进入决赛了。这盘对，棋确实赢了，还是挺刺激的啊！是，因为感觉本来之前好像黑棋一上来就中刀，后来这中间这带处理的不那对，么清楚感觉李清哲处理的太小孩了，我感觉，就是感觉是杀到了兴头上对，啊，正杀着兴起，收不住车了，当然还是非常精彩的一盘棋，确实，这个从上来杀杀杀，是，这一全盘整盘棋都在杀，对。还是很精彩。那我们也祝贺杨杨凯凯文，文进入到了决赛决赛，不知道另外一盘棋，刚那盘棋这胜负怎么切样？过来，这个应哦，该这结果是也出来了，米玉婷米玉婷，获胜了，最终还是，白，也是白中盘胜啊。那进入到决赛的两位棋手分别是米玉婷和杨凯文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我好，们下次再见。再见。